学，我们下午好。今天的话呢，和大家一起继续学习我们这个肾脏病的相关的一些内容。在前面几节课的话呢，和大家一起学习了我们有关的这个肾小球肾炎。那么大家都知道，肾小球肾炎呢，包括急性肾炎、隐匿性肾炎、急进性肾炎，还有慢性肾炎。那么今天的话呢，我们要学习一个在肾脏病里面也是一个非常常见的病，叫做肾病综合征。那么肾病综合征的话呢，我想大家对这个词呢也不陌生了。为什么呢？我们在学这个病理生理的时候可能接触到这个病。那么现在有没有哪个同学能够把这个肾病综合征大概是怎么回事儿，凭你的理解或者是以前的记忆给我来说一说。有没有哪个同学自动说自动发言，肾病综合征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那么我来点一下啊，这个后面一个穿粉红色衣服的同学，肾病综合征主要是由多种原因引起那个肾小球基底膜通透性增高，导致大量的蛋白从尿里面丢失，然后它会引起大量蛋白尿那个它每天的蛋白尿的量大于3.5克，然后引起低蛋白血症，大小于30克每升。会引起水肿和血脂升高。非常好，你请坐。那么基本上他就把这个肾病综合征的定义给大家做了一个概括，根本原因就是大量的蛋白尿，不管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肾小球基底膜的损伤，最后的蛋白尿从这个基底膜漏出来，那么出现蛋白尿，而且蛋白尿的量要一定的够，足够一定的量，也就是大量蛋白尿。那么大量的蛋白尿总归引起什么？血里蛋白减少，引起低蛋白血症。那么低蛋白血症，大量蛋白尿，那么由于低蛋白血症，患者的这个胶体渗透压下降，所以引起高度的水肿，那么引起这个血脂，这种一系列的这四种主要的四种表现，那么就表现为肾病综合征。当然的话呢，它的根本原因是这个尿里丢失的蛋白过多，所以说呢引起了低蛋白血症，也就是说它根本的原因是大量蛋白尿，所以它诊断标准就是一二条必备条件，是的。那么有些病人由于他这个可能胃肠道功能不好啊，这个时候出现腹泻呀，甚至有些呕吐啊，不能进食啊，它不一定有高度水肿，因为什么？没有来源，是吧？还有些病人的话呢，由于他肝脏的合成功能不好，是不是啊？那么他不一定有高脂血症，但是第一条和第二条是必备条件，也就是说具备了上面两个条件，这样的情况我们就诊断病人是一个肾病综合征。那么前面其实病理生理给大家沟通过，也交流过。那么在学习这样的一个病人的情况，怎么样诊断肾病综合征，我们要了解下面几点。一个呢，首先确定这个病人是不是这个肾病综合征，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内容。那么诊断了这个病人是肾病综合征，因为它不是一种原因引起，它可能是多种原因引起，所以就要排除继发性的。那么肾病综合征从上面说要排除继发性，它是一定什么有原发性的，所以原发性呢它又不是一种病因引起来的，所以说我们还要确认它是哪一种病因引起来的。另外肾病综合征的病人，它的并发症非常影响它的治疗，所以说对这样的病人我们还要看一看他有没有并发症，因为有了并发症他治疗效果不好，所以我们在诊断的过程中还要考虑他的并发症的诊断。也就是说肾病综合征的病人来了，我们要了解这几项，首先是否肾病综合征，那么其次排除继发，继发和原发也，那么治疗效果治疗的方法不同，治疗效果也不同，那么原发又不是一种原因引起，所以说我们要看确定他的病因，另外要确定他的并发症，这也是我们今天主要要讲的这几个内容。好，那我们首先看看原发性的这个肾病综合征，就包括下面这五种类型：微小病变肾病、细罗滋生肾炎、局灶结缸性肾小球硬化、膜性肾病，还有个细膜膜性循环性。那么等一会儿的话呢，我们会一一的展开。那么这个是怎么分型的呢？分为这五种类型，主要是病理分型。好，那么刚才说了肾病综合征不仅有原发还有继发，继发有哪些原因呢？有狼疮，有脂癫性肾炎，
还有乙肝，我们国家是乙肝大户。有没有哪个同学知道我们国家乙肝的发生率是多少？说错了没关系的，因为感染传染病学还没学是吧？可以举手吗？好，这个穿黑衣服的同学大概占了多少？10%。对，10%，但是初步统计10%，但是可能还有些地方统地域不同，有些地方高的可以达到了20%。那么乙肝的病人比较多，它发生乙肝相当于肾炎的病人，相对国外来说，我们这个基数比较大，是吧？相对来说，人群数也比较大。还有老年人容易出现淀粉样变，那么它也可以出现肾病综合征的表现。糖尿病肾病现在的话呢，是在我们国家越来越多。它的增长率是多少？有没有哪个同学知道？200%，就是一年它的增长，糖尿病是200%。当然的话呢，还有一些先天性肾病综合征，还有一些老年人骨髓瘤肾病。骨髓瘤本来是骨髓瘤，血液系统疾病也表现为肾病综合征，还有一些肿瘤，比方说胃癌呀、肺癌呀、肝癌呀，也可以表现为肾病综合征。那这些原因的话呢，都不是起源于肾脏，但是它在肾脏可以表现出蛋白量，最后病人也可以表现出肾病综合征。所以说，一个肾病综合征的病人来了，我们要考虑这些继发性的因素，只有排除了这些继发性的因素，我们才能考虑它是一个原发性的。那么我们再看看，复习一下它的病理生理，好不好？那么为什么会出现大量蛋白量？主要是肾小球基底膜的分子屏障以及电荷屏障受损。那么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什么？肾小球内的高压力导致了高灌注、高滤过，这样的原因都可以出现大量蛋白量。那么为什么病人血浆蛋白降低呢？最简单就是尿中丢失。丢失的过多，假如说肝脏能够代偿，哎，这个病人可能血浆蛋白不一定低，但是呢，有些病人的话，大部分病人他蛋白尿丢失比较多的时候，合成不足，是不是啊？代偿不足，是不是啊？还有一些，比方说容易感染，感染的时候消耗体内的白蛋白，还有一些高磷因素形成血栓，肾静脉血栓的时候也可以引起蛋白尿，所以说呢，这个时候的话呢，血浆蛋白就会明显的降低，这是引发病的机制。那么这个时候呢，血浆胶体渗透压下降，是吧？白蛋白减少，血浆胶体渗透压下降。另外，少数病人还有水钠潴留，所以说呢，病人可以出现水肿。那么水肿的话呢，我们在诊断学给大家讲过，分为3级，是不是啊？那么这个高度水肿的病人是哪？是，那就是至少是3度以上的，是吧？有浆糊腔积液呀，是吧？而且的话呢，它的水肿可能超过了这个膝关节这一上。那么在肾病病人出现高度水肿是比较多的，就是因为有不少的病人他得了这个肾病综合征，所以就出现了高度水肿。那么另病人还有一个表现就是高脂血症。那么这个时候主要是为什么出现高脂血症呢？主要是肝脏在代偿性的合成这个白蛋白的过程中，它也过多的合成了这个脂蛋白，所以病人表现为这个高脂血症。那么这个在病理生理也和大家交流过，所以说我们今天简单的复习一下。那么前面说了，这个肾病综合征的病人来了，首先我们要知道它是什么原因，当然的话我们前面要排除继发。那么在原发性肾病综合征呢，主要讲这5种这个病理类型。那我们看看这5种病理类型都有什么特点。首先是微小病变。那么微小病变的话呢，哇，每一个病人我们做这个病理检查的时候都要做3种镜子检查，一个是光镜，一个是免疫荧光电镜。所以说呢，你们在描述这5种这个病理类型的时候都是从光镜、免疫荧光和电镜，但实际上这3个的话呢都是互相映衬的，就是说光镜是什么表现，电镜的话呢它实际上也是一样的，只是说呢侧重点呢不同，它可能更细致一些，电镜更细致一些，它只能在我们每一张电镜片里可能只看到1-2个肾小球，而光镜的话呢可以看到几10个肾小球，所以的话侧重点。那么免疫呢主要是做一些免疫复合物的这个检查。那我们看看在微小病变，光镜几乎正常，大家就记得它基本正常就行了。它唯一的改变的话就是电镜有一个竹突的融合，上皮细胞这一面有竹突，它唯一的改变就是竹突的融合，免疫光也没有什么明显的异常。那我们看一看，这就是一个微小病变，因为大家没有学这个病理，只是在前期可能是看了一下片，就基本上在光镜下它是正常的，
好，那么就可以看到在足突这一层这一块，你看啊，足突这边就是融合，这因为这就是什么这个肌里膜，肌里膜我们可以看到足突呢，它是一个广泛的融合，本来应该是像这种指头一样的绒毛，或者叫做这个指状的这分布一个一个分布了，但是我们已经看不到了，就是它的电竞的特点就是足突的广泛的融合。那么这个临床上有什么特点呢？男病人多一些，男性多一些，而且微小病变。大家上儿科的时候可能讲过，主要是儿童多发，那么2到6岁，实际上这还是幼儿阶段，是不是？那么成人的话呢比较低，但是老年人有一个增多的趋势，所以说它有两个小有两个高峰，一个是儿童是一个大高峰，一个是老年人是一个小高峰，大家知道一个大高峰一个小高峰，那么小高峰在老年人，那么病人主要是表现为蛋白尿，少数的病人的话呢可以有镜下血尿，一般都没有肉眼血尿，这种类型的话呢比较好，急速非常敏感，但是成人的话呢跟儿童不一样，成人的镜下血尿的话呢还有高血压呀，肾功能下降呢，较儿童的发病率是高的。那么这种病理类型的话呢，它有一点的话，它可以转变，它可以转，病理类型可以转变，可以转变成细胞增生型，也可以转变成 FSGS。那么转变成 FSGS 这种类型，它的效果的话呢，可能要差一些，这是它的临床的特点。那么另外一种病呢，病理类型叫做细胞增生性肾小球肾炎，前面讲了微小病变，下面就是细胞增生性肾小球肾炎。那我们再讲呢，也是光镜、免疫病理还有电镜，都是从这三镜来区分。那么它的特点的话呢，就细膜细胞的增生，你看细膜增生性肾炎，所以说它就是细膜细胞和细膜基质的弥漫性增生。那当然的话呢，根据它增生的程度不同，我们分为轻、中、重。那么在免疫学检查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在细膜区有 IgA 和这个非或者有 IgA 的沉积，当然也可以有非 IgA， 那么它就是沉积什么 IgG 啊或者 C3， 就有其他的免疫复合物的沉积。那么在电镜下呢，就是也是在细膜区，那么就是光镜、免疫病理还有电镜都是这个细膜区的病变。那么电镜在细膜区呢，它就叫这些免疫复合物，它就叫电子自滤物，其实都是免疫复合物。在电镜下它就叫电子自滤物，所以说呢它病变主要部位的话呢就是在细膜区有细膜细胞和基质的增生。好，你大家可以看那个图是吧，正常情况下这个细膜区就基本上是只有一个细胞到两个细胞，那么看看这个细膜区1、2、3、4一大堆的细胞是吧，这个基质也是增生的，那么这个这是一个简图，这是表示细膜的病变。那么我们刚才说了，根据它增生程度不同，我们又分为轻、中、重。那这边就是细膜区增生比较轻，这边中度，这边就是重度。那么这个怎么区分呢？在病理上它都有它的规则，都有它的定义，是吧？大家了解一下，分为轻、中、重就行了。这也是一个模式图。好，我们看了轻度细膜增生，毛细管攀开放的，这是毛细管攀，是吧？这是一个肾小球，毛细管攀开放的都非常好。只有一些细膜区啊，有一些这个细胞的这个增生。好，那么是中度细膜增生，你看看这个地方，那这个地方实际上是接近于重度了，是不是？这个地方就是中度的。那么中度的增生的话呢，它就细胞数啊、基质增生啊，比轻度要更厉害一些。它可能这个增生的程度，这个地方这个区域几乎跟毛细管攀它占的面积就差不多了，是不是？那么这个地方是中度的增生，那这个呢就重度增生。正骨增生这个地方还分得出来毛细管攀吗？分出来了，这个地方都已经成了一个融合成块了，是不是啊？那么在重度增生的时候，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融合成块，根本毛细管攀不开放。那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叫做重度增生。那么治疗的话呢，也比较相对来说麻烦。这是电镜，我们可以看到这细膜细胞这个增生的比较明显。好，那它在临床上有什么特点呢？那么它的发生率在肾病综合征来说，这种病理类型发生率是比较高的，好发于青少年，男性多于女性，都是男性肾炎老是男性病人多一些，是吧？那么50%的病人有前驱感染史，他可能以前有过感冒啊，或者是腹泻呀等等，或者是一些这些感染的情况。那么它的血尿的发生率的话呢，它是比较高的，比微小病变要高的。那么在这种情况的话呢，就是它的病理改变，我们刚才说到它分为 IgA 和沉积和非 IgA 沉积，在 IgA 沉积的病人的话呢，它的血尿的发生率可能更高一点，它可能比上这个非 IgA 的还是100%，比上
比上70%。细膜增生的话呢，它整个来说，它除了蛋白尿表现为大量蛋白尿，它的血尿的发生率是比较高的。那么肉眼血尿的话呢 ，IgA 的发生率也比较高，就是看的这个。那么我还想问一下，什么叫做肉眼血尿？它的定义是什么呢？有没有哪个同学还记得？还能记得这个诊断学的内容？肉眼血尿一般是指一升的尿里面有1毫升的血，它就表现为肉眼血尿，是不是啊？那么在这个 IgA 肾病呢，它的肉眼血尿发生率 也要高一些。那么这个肾病综合征的发生率的话呢，可能就是非 IgA 的话呢要高于这个 IgA 的患者。那么这样的患者的话呢，也可以出现肾功能不全呐、高血压，这个就根据他的病理变化的轻重发生是不一样的。那么它的治疗的话呢，也是根据它的病理变化。这个大家都好想，轻度的细膜增生肯定效果要好一些。它的重度，大家看看，毛血管它那么开放了，假如那种重度的肾小球病变那么多，毛血管都不开放，那肾小球怎么利活？所以说这样的病人治疗效果不好，那么也会出现这个肾功能不全。好，那么第三个病理类型叫做细膜毛细血管性肾小球肾炎。那我这里又给大家勾了，还是看光镜、免疫和电镜。那么它呢，也是细膜细胞和细膜基质弥漫重度增生，但它还有一个特点，它除了增生以外，还要插入哪里呢？增生多了，它没地方找，它要找洞子，最后找到基底膜和内皮之间，所以它既有增生，还伴有基底膜和内皮之间的插入。那么呈所谓的双轨增，那这个大家无所谓，记不记得住都无所谓，关键是什么？重度增生伴有插入。那么在免疫病理的话呢，也是气膜区和毛血管壁都可以看到这个免疫球蛋白或者是 C3 的这个层级。那么电镜的话呢，和这个也是一样的，就是也是表现为细膜区这个增生，那么可以看到这个电镜致密度的这个层级，就是细膜毛血管性的。那么这种类型的话呢，大家可以看这就分不清楚了啊。这个地方你看细膜区增生，它这个增生的话呢，我们要是细膜增生，哎，就增到这个增生到这一块就没有了。那它呢，这个增生呢，你看你是细膜细胞长到这个上皮下和这个筋膜之间了，所以说呢既有增生还有插入，那么这种叫做细膜毛细血管性。你看这分得清楚，毛血管瘫呢就整个一块大饼，是的，像一块芝麻饼似的，分不清楚。这边是正常的，是吧？那么你看这一块，毛血管瘫、细膜区，整个挤成一块儿，那基本上的话，就是它这个细膜增生的太明显，而且伴有这个插轨。这个也是细膜增生，伴有插轨。好，那么这一型的临床特点也是好发于青壮年。你看我们第一型微小病变是幼儿的。细膜增生是青少年，这一型是青壮年，是不是啊？这个年龄段不同，发生率是不一样的，是吧？还是蛮多一例。那么70%的话呢，有前驱感染，细膜增生50%，它这个更有，就是更多一些，是不是啊？而且发病的比较急，那么它表现的话呢，也表现为一个急性肾炎综合征的，可以表现为急性肾炎综合征的这个表现。那么急性肾炎综合征大家就应该知道是一个什么表现呢？血尿，蛋白尿，是吧？然后水肿，可以有高血压，也可以有一过性的肾功能异常，是吧？那么它可以表现为急性肾炎综合征的表现。那么这个病的话呢，也可以表现为肾病综合征，占了60%。这个细膜增生的病人多半容易出现血尿，因为它是细膜增生，所以说它基本上都有血尿。而且这一类病人的话呢，就这种病理类型的话呢，病情进展是比较快的，它是一个进行性的进展，它不像慢性肾炎，也不像微小病变，是吧？肾功能损害的出现的比较早，而且病人也出现高血压呀、贫血呀。那么这病人还有一个特点，他就血清低，不提血症 C3 是比较低的，疗效差，进展慢。那么这种病理类型在我们这个肾病综合征属于比较差的一种病理类型。那么第四个病理类型的话呢，就是膜性肾病。哎，那么它的病变的话呢，就不是这个细膜细胞了，前面两个是细膜细胞，它又在哪里呢？它是一个基底膜上的一个病变。我们可以看到基底膜的上皮侧角多排列整齐的四重颗粒，
那么这个怎么知道呢？它就是通过不同的染色。那么这个染色，因为我们每一个病人只要是做了病理切片的，就要做四种染色。哪四种染色呢 ？HE 染色、PAS 染色、马宋染色，还有一个银染色。那么在马宋染色呢，就可以看到这个视红颗粒。那么还有一个就是钉突，这个钉突的叫什么呢？在银染上就可以看到钉突。这个我想大家不要忽视。因为它毕竟不做肾脏病理，它不一定是肾脏科，那就更不做肾脏病理了，是吧？大家就知道就行了。那么也就是说，基底膜增生上面还有免疫复合物沉积，复合物沉积了以后呢，就形成了这个视谱红颗粒，这个就是免疫复合物形成了视谱红颗粒。那么进而呢，有钉突，钉突是什么意思呢？钉突就是什么呢？因为它那个视谱红蛋白的沉积，视谱红颗粒的沉积，它不是一个线样的沉积。它是像个牙齿一样的这样那个，然后呢，那个机体的话呢，要清除这个视谱红蛋白或者是视谱红颗粒，它的基底膜就增生，就包绕来包绕，想办法来清除这个视谱红颗粒。所以基底膜增生的话呢，就想包绕它。那么在增生的过程中，它还没包绕，它就形成所谓的叫钉突。大家知道这个道理，这个不要大家来描述，就知道它有视谱红蛋白的沉积，有钉突，这个钉突实际上就是基底膜形成的，是吧？那么同样在免疫荧光染色的话呢，也可以在毛细管壁上看到视谱红蛋白的沉积。那么在电镜的话呢，也可以看到基底膜的增生，可以看到电子证明物在这个上皮侧这个沉积。也就是说膜性肾病它就有这个特点。哎，细膜细胞你看我们说了没说，我们都没说这个膜性肾病的话到比较晚一点，就比方说27以上可能有点反应性的细膜细胞增生，一般来说它很少有这个细膜细胞的改变，主要是这个基底膜的改变。好，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模式图，那么这是一个基底膜，是吧？我们可以在这个时候的话呢，基底膜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的话呢是视谱红颗粒，它是染成黑色了啊。那么实际上在马宋染色应该是红色，是吧？这就是免疫复合物，这是一个基底膜，这免疫复合物。那么基底膜的话呢，就想清除这些免疫复合物，它就来包绕它，是不是？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在营养的时候就看到一个一个的，就叫钉突，像个钉这样的凸起，是吧？就叫钉突，这个大家也比较好理解。哎，那我们可以看到，你看看这基底膜，大家看看，本来应该像头发丝那么细的一个结构，现在就变成这么粗了，是不是啊？比如说明显的增厚了。像这样的情况都是整个就是一个弥漫性的这个基底膜毛细管瘫，是吧？这基底膜明显的弥漫性的这个增厚，那么这个就是膜性肾病。好，那么这个荧光染色你可以看到，这是沿着毛细管瘢基底膜可以看到免疫复合物的沉积，是吧？这些也都是免疫复合物的沉积，所以说它就是在荧光上就表现在这个线样的沉积或者是颗粒样的沉积。哎，这个就是银染，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就比较形象了。你看看啊，这个红颜色的多半是指的免疫复合物，这一样一个一个的钉突啊，这个就叫钉突形成。这边也是一样的，你看啊，这黑颜色的就是基底膜，染成黑色的是基底膜，叫钉突形成。那么实际上这个就是非常非常典型的，大家不要想了。那这能够这样形容出来，其实已经非常非常的不容易。这个我们在临床上找这个基底膜上钉突要找很久才能找到，当然典型的很快，那么对不典型的要找钉突都不是那么容易的。临床都没有这么形象，拿出来的片子都是给你们看的，都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典型的。那么它的发病年龄又变了，是吧？刚才是什么情况，现在就变成什么中老年。但是现在流行病学有这个变化，有些青年人甚至儿童也得膜性肾病，当然有些是继发性的，这个我们后面的话和你们学了这个肾脏病的话呢，就临床实习还会碰到的。还是男多于女，是吧？起病呢比较隐匿，前面这个是起病比较快，是吧？叫那个细膜毛血管腺就膜征。那么它一般来说都表现了这个肾病中风的表现，那么血尿呢也比较少，那么少部分病人有血尿。刚才说的细膜增生呢，它就血尿会比较多，是吧？无论是细膜增生或者细膜毛血管，只要细膜的，它就这个血尿就比较多，基本上没有这个肉眼血尿。那这一型它又蛮麻烦了，它非常容易形成血栓栓塞。
那么特别是肾静脉血栓的发生率占了一半的病人，那么一旦这个病人出现肾静脉血栓，他的治疗就比较麻烦，所以说他这个并发症呢也是我们经常要考虑的。那么他的进展的话呢相对来说比较缓慢，而且书上是说了有三分之一的病人可以自发缓解，但实际上有的地方说三分之一，有的说四分之一，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诊断了这么多，我做肾脏病是88年，因为我88年读的肾脏病的研究生，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做肾脏病科的这个医生，到现在我碰见2例自发缓解，无病呻吟我还真是不计其数碰到了，是吧，只有2例。但是我觉得的话呢可能是不是国外的，因为我们很多教科书的话呢是这个参考国外的，是吧，国外的这个自发缓解是缓解率高一些。那么我碰见2例这个自发缓解，但其中有一例他又复发了，就是这种情况。所以说部分患者可以自发缓解，但是没有我们教科书说的那么高。当然这个你们看书万一要考试还是按照教科书上来，是不是，因为这是我平常的临床经验，可能我碰到那个病人群可能没有发生这样的情况。好，那么还有最后一种病理类型叫局灶阶段性肾小球硬化，我们简称 FSGS。 那么它在临床在这个病理上是怎么表现呢？主要是受累阶段的这个阶段的硬化，就表现为硬化。那么它这个硬化呢不是弥漫性的硬化，可能是一个肾小球有病变，也因为我们肾穿的话呢一般来说穿到了10个以上的肾小球，这个片子的话呢可能就有诊断意义，要是10个以下的肾小球，因为它确实是太少了，它可能诊断意义还要小。假如你能够穿20个肾小球，它的诊断意义又更大了，是不是？一般来说我们肾穿都是10到40个肾小球，就一般那一针穿下去，是吧，我们看看病人基本上的话都符合这个10到40个肾小球，当然也有一下偶尔可能不到40个肾小球，但也有偶尔40几个甚至到50个肾小球，是不是？但是一般10到20个我们就基本上能够代表这个病人的病理变化。那我们在这个仅有的10到20个肾小球，我们就可以看到大概有一个肾小球或者是2个肾小球出现了阶段性病变，而且表现了阶段性的硬化，所以我们就叫它局灶阶段性肾小球的硬化症。那么和这个肾小球相近的，我们在病理上只能说它是相近的，可以看到它的肾小管出现萎缩，还有间质的纤维化。那么在免疫病理上的话呢，可以看到 IgE3 这个团块样这个沉积，这个沉积多半也是这个阶段硬化的这个部位。那么电镜的话呢，和这个微小病变和模型生病有些类似，是吧？都是烛突的这个广泛轮廓，特别是和微小病变的话，非常的类似，都是烛突广泛轮廓。因为模型生病还有一些基底膜上的改变，是不是？那么这个是局灶性阶段性肾小球硬化，我们也称之为 FSGS。 那我们可以看看这个肾小球，这个地方明显跟其他地方不一样，是吧？那么它又不是所有的这个肾小球的所有的阶段病变，就是这一个地方的这个病变，所以我们称为它阶段性病变。那么另外的话呢，它又在整个肾穿的片子，它只是其中一部分肾小球病变，所以我们也称它为局灶性，所以就是局灶阶段。局灶是什么意思呢？10个肾小球有一个肾小球有病变，我们叫局灶。阶段是什么意思？一个肾小球里面有某一个或者某2个阶段病变，我们就叫做阶段。好，那么你看看这个，是吧？这就是这个病变比较重了啊。那么这边呢都是比较正常的，是吧？就看看这些阶段是有病变的，所以我们叫做。那么在临床上的话呢，出现这样的情况的病人的话呢，就很容易诊断。我们在临床上都是在10个肾小球里面，或者是20个肾小球使劲来找他，有的时候就这个地方一点点，哎，那么他和微小病变，他因为他病理类型是局灶阶段硬化，他的预后就完全不一样。有的时候你稍微忽略一下，你看一大片一看都挺好，这里可能粘连一点还看不出来，或者他切没切到这一块地方你都不见得看得到。所以说这个时候的话呢，就是看 FSGS。 假如说你这个病变的话不是那么典型的，确实是比较有时候找起来还是比较困难，但是呢还是要下定决心，就是因为涉及到病人好不容易是说好不容易做一次肾穿，一般来说一个病人一辈子他只会同意做一次肾穿的，不可能做那么多肾穿，因为他毕竟是一个有创检查，对不对？所以说呢做了一次肾穿，我们要拿到这个确切的就比较确切的这个证据才好，那才有利于病人的治疗。那么这是荧光，你看看他就是刚才那个病人的片子，知道这个荧光 IgM C3 就是这个这样的地方
慈悲心，那个非常的慈啊。好，那么他的特点呢，他又是青少年是吧，他号为青少年，也是男多于女。那你看看我们整个肾炎五种病理类型，都是男的容易多，女的容易得肾衰阳。女的也不说就那个，这有性别的这个确实是有性别歧视，这个病容易男性多的是吧。你看我们病房出院的确实是男的得肾炎的多，女的尿路感染很多是吧。男多于女，起病呢比较隐秘，那么呢可以由微小病变转变而来。那么主要表现的话呢，是肾病综合征，四分之三的病人的话呢有血尿，哎，这个病人没明显的细膜增生是吧，但他也有这个血尿，他只是一个结块，其实这个结块也可能就是细膜增生是吧，他可能四分之三的病人有血尿，还有五分之一的病人的话呢有肉眼血尿，而且病人的话呢常常有这些肾脏病的一些不好的一些表现，不好的表现就是什么，高血压呀，肾脏功能障碍呀，特别是您刚才说了有肾小管的萎缩，所以说呢它就可以出现肾小管的功能障碍，表现为糖尿是吧，糖尿、氨基酸尿还有磷酸盐尿。那么大家知道糖尿、氨基酸尿是损伤的肾小管的哪一段呢，是近端还是远端还是髓端，近端，哎，大家回答得非常好。那么氨基酸尿和糖尿主要是损伤的肾小管的近端，因为就是肾小球延续下来这个肾小管损伤，所以它多半是近端损伤，那么治疗效果不好，急速效果比较差。那么由微小病变转来的，它的治疗效果稍微要好一些。那么这是 FSGS 它的这个病理特点。好，前面我们说了要了解这个疾病的病因是让原发继发，那么还要了解它的并发症。最常见的并发症就是栓塞，为什么栓出现栓塞？低蛋白血症，有效血浆的有效血容量减少是吧？胶体质量下降，血管里面的水分外渗，这个时候呢，血容量减少，血容量减少，那么肯定是吧？它就比较容易高凝，容易出现血流缓慢，容易出现这个栓塞。那么栓塞是它一个很重要的并发症，特别是在魔性肾病，它的发生率会到50%。那么甚至微小病变就不发生了，也不是，所有的肾病综合征都容易出现血栓栓塞的并发症。那么相当一部分病人就是由于血栓栓塞，它非常的这个影响治疗效果，就导致治疗效果不好。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要观察它有没有血栓栓塞，所以肾病综合征的病人，我们看明的治疗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还有的话呢，急性肾衰，因为有效循环血量下降，是吧？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肾小球的滤过是增加还是减少的？肯定是减少，是不是？那么肾小管的这个活吸收是不是也是还会增加，对不对？它是一个什么球管，有个保护作用，是不是？滤过减少，有重吸收，是吧？肾小管重吸收是增加的。所以说它这个有个球管的保护，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那么水分排出减少，毒素也排出减少，所以病人可以表现为急性肾衰竭的表现。那当然的话，它不一定说肌酐非常高，但是可以肌酐或者尿素氮也增高，是不是？另外的话呢，蛋白质脂肪代谢紊乱，这个是大家就营养障碍，是吧？那么白蛋白是人体的第一判断营养的那个第一金指标是吧？蛋白质大增是它的病因，就是蛋白流失、蛋白减少，所以说出现这个脂肪和蛋白的代谢紊乱，这是并发症。那么我们在诊断一个病人的时候，所以说呢就要看一看这些方面。首先确定，我们反复强调，我们给同学查房也是这样。首先这个病人来了，是不是肾病综合征呢？根据你学的知识，能否判断他是不是肾病综合征？那么一旦确诊了是肾病综合征，首先要排除继发的，是不是啊？继发就是我们前面说了那么多，狼疮、肝子癫、骨髓瘤，是吧？还有一些实体瘤等等这些。那么排除了继发，我们才能考虑是原发。那原发又不是一个原因引起来的，是吧？它有那么多种原因，我们前面讲了有五种病理类型，那么就要看一看，确定它的病因。那确定这个病因是要做什么呀？是要做肾穿刺、肾活检，是不是啊？那么确定了病因以后是哪一种类型，还看看有没有并发症。为什么要看看并发症呢？是因为这个并发症的发生影响了它的治疗，所以说我们要看它有没
没有这个并发症。所以说对任何一个肾病综合征，我们都要从这几个方面来着手，我们就不会怎么样误诊或者是对他治疗没有估计，就估计不足。好，那么这个激发的在前面也跟大家介绍过啊，就是大家了解一下啊。好，那么最后我们来讲一讲这个治疗。治疗的话呢，首先这个病人总的比较厉害，我们任何一个治疗都是要既要有药的治疗，还要关注病人的什么饮食住行，对不对？病人到医院来了，你上了药以后，他很关心我到底是要天天睡觉好，我要下床活动好，我是能吃什么不能吃什么。所以说任何一个病人的治疗就是他的，我们是给病人用药，但是你也要有一个卫生宣教，卫生宣教就是病人的什么饮食住行。那么任何一个治疗饮食住行里面就把它归到一般治疗里面。首先严重水肿的病人需要卧床休息，不是严重水肿不需要，因为严重水肿他不能下床， 他根本就走不了路，是不是？然后我们今天一个病人阴囊高度水肿，他一下来那个阴囊垂了就受不了，是不是？那么这样的病人我们就要求他这个可以卧床休息，当然我们还要适当的肢体在上面要活动，因为你不活动更容易形成什么血栓，对，大家都很记得很清楚了，是吧？那么蛋白质的摄入，因为我们说了吃什么蛋白质的摄入每天一克，是不是丢了蛋白就要大补呢？不需要，是不是？那么每天摄入量大概公斤体重的话呢，就是一克，不是每天，那我这里搞错了，每天每公斤体重一克，这里搞错了。那么水肿重的病人盐，因为盐和水肿有一点关系，这个大水钠除硫，是不是？所以水肿的要低盐，当然的话呢病人是高脂血症，所以要低脂，这是饮食。那么什么样的病人我们需要利尿，是吧？因为我们利尿治疗排出来的尿里面是有蛋白的，而我们喝进去的水有没有蛋白呀？没有蛋白，所以利尿治疗不得当的话，病人的病情是要加重的。好，利尿消肿，是吧？那么就是高度水肿的病人，我们要利尿消肿。那么减少这个蛋白尿的一些药物，还有一些对症治疗的药物，比方说有 ACEI， 还有这一类的药 ACEI 或者是 ARB， 它可以减少这个尿蛋白。我想前面大家可能也学习过，是吧？那么高血压的病人，我们还给一些这个 CCB 这一类的药物。那么这些都是对症治疗。最主要的治疗的话呢，就是抑制免疫以及炎症反应。那么原则的话呢，就是增强疗效的同时，最大限度的减少副作用。因为这个抑制免疫的这个炎症的反应药物都有比较大的副作用，但是这样的病人不用行不行？又不行，是不是？所以说我们要在增强疗效的同时，尽量减少副作用。那么我们主要用的药就是糖皮质激素，还有细胞毒药。那么糖皮质激素的话呢，我们书上其实也给大家介绍的很清楚。那么它有用药的原则，用药的原则也是大家要掌握的，是吧？起始剂量足，缓慢减量，长期维持，是吧？那么对糖皮质激素的话呢，我们一般的病人都是公斤体重一毫克，比方说50公斤的体重的人，他每天的用量就是50毫克。当然的话呢，这个假如说有些病人特殊病理类型，我们可能还要冲击治疗，是不是？那么还有一些特殊，比方说这个病人又有肾病综合征，又有结核，那么我们治疗的用量又不同，这个要因人而异。但是原则上就是公斤体重一毫克每天的剂量。那么激素的治疗的话呢，我们又分为激素敏感，不敏感就有效呗，是吧？激素依赖什么意思呢？用的时候有效，一减量它又复发，是不是？还有激素抵抗，你用不用它岿然不动，是不是？根本无所谓，你管你用啥，它根本就还是肾病综合征，就叫激素抵抗。那么用了激素是不是每个人都有效呢？也不是的，相当一部分病人没效。那么没效的病人我们叫加用细胞毒药。细胞毒药的话呢有很多种，是吧？有环磷酰胺，有氮芥，另外还有现在比较新型的就是环孢素、FK56、小西。那么每个药的话呢，它都有它的适用人群，都有它相应的这个适应症。那么以后大家假如说这个到肾内科见习或者实习的时候，我们可以经常问问老师，哎，你为什么这个病人用环磷酰胺呢？那个病人用 FK56 啊？老师一定会给你说出来它的这个道理，就说选。人群不一样，可能我们用的不一样。那当然的话呢，那么还有一些中医药治疗，中医药也可以帮助我们辅助治疗，当然这个不是主要，特别是我们是西医，做西医的，我也很少看到用中医，单纯用中药治疗能够把肾病综合征缓解，但是它可以做一个很好的辅助治疗。
那么大家另外不要忘记了，就是并发症的房子。那么并发症呢，有感染啊、血栓啊，还有肾衰啊，还有这些营养代谢紊乱。就是一旦这个病人来了，我们要诊断他有没有并发症。要有并发症的病人的话呢，你要积极的治疗并发症，否则他最终会影响你的治疗效果。好，那么呢，肾病综合征的病人是不是按照我们刚才那样治疗都有效果？没有，不是的。所以说呢，又有一个概念叫做难治性肾病综合征，这里给大家提一下，给大家了解一下，是不是？那么什么叫难治性肾病综合征呢？就是急速抵抗、急速依赖，而且反复发作。有些人呢根本就不能耐受激素，它的副作用，那么不能耐受就不能用了呢，是不是啊？像这样的肾病综合征，而且是指的原发性肾病综合征，那么这种情况呢，我们叫它难治性肾病综合征。它占了多少呢？占了原发性肾病综合征的30%到50%，这个量大吧，非常大。所以说为什么那么多人得了肾炎，他就觉得比较恐惧，得了肾病综合征他就非常的恐惧，就是因为有些病人它不一定100%有效，特别是遇到这种难治的情况。那么什么样的情况是会，什么样的病人会表现为难治呢？那么主要是病理类型不同，它的发生率不同。这里给大家也归纳了一下，你看啊，不同的病理类型，难治性肾病综合征它的发生比例是不一样的。膜增子性肾炎90%都是难治的，就是前面就是细膜毛血管性，膜增也叫细膜毛血管性。还有 FSGS 70%的难治，是吧？膜性肾病一半好治，一半不好治。细膜增生性肾炎40%是难治的，微小病变是7%左右，就是微小病变好一点。所以说呢，为什么这发生率都是比较高？就是微小病变把这个比例拉下来了，是不是？假如说都按照这些，那都到了70%-80%了，是吧？唯一就是幸亏有个好治的，但是这个好治的在哪里？在儿童微小病变，我们说幼儿。老人老年人有一个什么小高峰，是不是啊？所以说呢，肾病综合征并不是都有效，可能接近50%的没有效。但是这是以前统计的数据，现在有些新的药，有新的药，比方说我们前面说的环孢素啊、FPR6啊，还有一些这个就是极弱刺激因子这一类的，比方说淋巴细胞啊，这些刺激因子啊这些。应用的话呢，使这个缓解率有所提高，所以大家也不需要那么悲观。好，那么预后的话呢，我们要看两种情况决定预后，一个是病理类型决定预后，一个是一些临床的因素。那么病理类型我们可以看一下，微小病变及七细膜比较好。那么膜性肾病呢，次之不好的就是细膜毛血管性膜增，还有 FSGS 以及重度细膜增生，这是。病理类型决定预后，另外还有一些临床的因素决定预后，比方说反复感染的呀、栓塞呀，还有血压比较高的呀，还有血脂很难的控制的呀，这些也是决定这个预后的一些因素。那么今天的话呢，就给大家的话呢，就这个肾病综合征和大家做了一个比较系统的一个交流。我想大家的话呢，通过这个今天的交流的话呢，就是。实际上的话，我们这个通过这个交流的话呢，应该来说和这个慢性肾炎呐、急性肾炎呐、急性肾炎呐，应该有所区分。首先要把这个病要从其他的肾炎区分开来，是吧？那么我们前面也说了，任何一个肾病综合的诊断都有一定的程序，是吧？首先它是不是肾病综合征，然后是肾病综合征，再来看它是原发还是继发。那即使是原发，它有不同的病理类型之后，之所以要诊断它的病理类型，是因为它的治疗以及预后不相同。所以说呢，我们要分开是原发里面的哪一种病理类型。另外就是我们很重视这个并发症的这个诊断。那么由于病理类型不同，所以治疗不同，但是大家一定要掌握它的这个治疗的这个原则。那么在治疗原则上，我们要注意这个病人。这两个方面，一个是病人的衣食住行的指导，第二个是我们医生用药要根据病人的临床表现以及他的这个病理类型来用药。那么最后我也给大家沟通了一下，交流一下这个预后，是不是？因为确实可能40%-50%的病人他是难治性肾病综合征，需要的话呢，我们要做进一步的研究。那么进一步的话呢，特别是在他的发病机理以及用药上研究，我们希望更多的病人。
那么今天的话呢，也给大家出了几个思考题，是不是？首先也是让大家了解一下肾病综合症的表现，是吧？病理分型。另外的话呢，它的常见并发症以及诊断和鉴别诊断的一些注意事项。最后的话呢，大家了解一下肾病综合症的这个治疗原则。那今天我们的课到这里，谢谢大家。